去玩咯。我现在就回到家啦。其实在我养了狗狗之后呢，确实多了非常多的户外的活动。那大家现在对防晒的意识都做得很好，但是对晒后修护呢，其实也是同样重要的。那熟悉我的朋友呢都知道我是一个敏感肌，像在夏天呢，我鼻翼啊和脸颊这些容易出油出汗的地方其实特别容易敏感和泛红。这个时候其实我就非常推荐这个修丽可的色修，我会用这个色修精华做一个肌肤的打底。那修丽可这个牌子呢，我之前也推荐过非常多次了，它是一个院线级的高端护肤品品牌，它的成分都非常科学有效，我之前称它为学霸级的护肤品品牌，因为他们的创始人是杜克大学的皮肤科教授。那像这个色修精华呢，里面有针对性的舒缓和修复的成分，它质地真的是非常的清爽，还有股淡淡的香味，有人说它是黄瓜的清香，反正夏天用起来就是非常的清爽好吸收，它可以很快的缓解我泛红的肌肤，所以它是我一个必备的维稳的神器精华。我长痘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它做打底，然后呢我后续呢还会再去用一些修丽可的产品。这个面霜之前也推荐过，就是在我皮肤不太稳定的时候需要修护的时候也会去用它。其实养了来福之后呢，